同学，大家好，欢迎各位同学收看呃商业谈判电视教学节目的播出。我们今天呃主讲的呃范围呢是第二讲啊、呃，在我们课本的内容是呃第一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它的主题分别是呃探讨认知偏见与冲突管理，呃，一之是呢要呃探讨的是商业谈判的特性。 好，我们这个讲次的学习目标有以下五点。第一点呢，我们要来帮助同学建立呃学习谈判时应该有的正确的看法。第二点，我们要建立谈判过程当中应有的正确的观念啊。那这个地方我们包括也会厘清冲突的迷思啊、呃。第四点，我们要探讨的是在冲突当中啊、呃、找到合作的可能性有哪些。第五点，我们了解。 什么叫做竞争式不理性的认知偏见？啊，以上是我们这个讲次的学习目标。好，首先我们来跟同学解释什么是呃学习谈判的错误观念呢？很多人认为谈判呢是要靠天分，呃，所以有些人认为，呃，有些人是呃他的谈判能力是与生俱来的，没有办法透过后天的学习。 啊，其实这是一个呃不是完全正确的观念，呃，谈判者呃要成为一个呃能够解决争议的优秀谈判人员呢，他需要很多后天的学习，比如说他需要对于他谈判的标的、谈判的事项要有专业知识，呃，例如呃你是你是要进入进行所谓商业的谈判，那你对于商业的本质，对于呃商业里头的各种的功能。 例如行销啦、财务啦、会计啊、呃、组织啊、策略啊，或者是生产管理、研发、整个经营商业的模式，都要有充分的了解。那如果啊、呃，你是要介入一个呃政治的谈判，那你对于呃政治的情势、哦、呃、外交的关系，也需要有很多的背景的知识。所以呢，呃，谈判呢，呃，谈判者他并不是呃。 呃，与天俱来的天分啊、呃，他需要有很多的后天的学习。当然呢，我们也不否认有些人他天生呢比较具有这种沟通的能力，呃，或者他比较喜欢跟别人沟通啊、呃，比较乐于跟别人分享，那他可能具有某一些好的特质，成为一个优秀的谈判人员啊、呃。但是呢，呃，最后一个优秀的谈判人员，我我们认为呢，大部分啊，大部分还是要靠。 后天的努力的培养。第二点呢，呃，谈判经验是不是越多越好呢？啊，这个也是一个呃，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观念。这个地方我们呃举一个例子让各位同学了解。呃，在美国有一个有关呃犯罪呃呃行为的一个期刊啊，它有一篇论文啊，它的结论是这样子。他认为他发现，呃，我们看到在很多这种呃警匪。 呃，冲突的场合啊，例如呃，歹徒呢，呃，可能绑架了人质啊，这时候呢，通常警方都会派出谈判呃代表哈，谈判所谓谈判人员哈，或者国外他们叫谈判高手啊，进到这个犯罪的现场，跟这个歹徒做谈判。那这个研究很特别的是，他发现呃，一个谈判人员他的经验越多，呃，他在下一次能够圆满达成呃。 呃，所谓的警匪谈判任务的几率呢，没有明显的提高啊、呃。那这个时候我們就会觉得很奇怪啦。那警方不是应该要派出一个具有最丰富谈判经验的谈判高手進，进入啊这个所谓的犯罪的场景去跟歹徒谈判吗？那为什么经验越多，不见得成功率越高啊？这时候各位同仁就要想象啊、呃、一个一个一個一个情况。 哦，在这篇研究论文，它也有有也有很多的讨论跟分析。我们都知道，呃，歹徒的形态非常的多元，犯罪的形态也非常的多元。而且，通常这个歹徒在呃那样一个冲突的情境呢，他通常没有办法做非常理性的思考。那一个谈判经验很多的一个谈判人员，通常他比较容易陷入过去谈判经验的一个陷阱。 啊，他就会开始用他以前啊、呃、成功解决这种警匪冲突的形态来做他下一次的这个谈判。可是他每一次面对的歹徒啊，面对的犯罪情境啊，犯罪的场景，还有整个外部的呃情况跟局势呢，跟他过去面对的可能都不一样啊。所以经验越丰富的谈判者，其实反而越容易陷入过去的啊、呃、那种。 呃，这种这种泥沼里头，所以呢，他可能会呃惯用他过去的这个方式来面对啊、呃、下一个谈判的情境。所以呢，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谈判经验越多是不是越好呢？呃，不一定啊、哦。那这要看这个谈判者是不是能够把他过去的谈判经验啊、呃、做一个累积，做一个分类，然后审酌当时他所面对的谈判的情境。呃，第三点。 谈判者是不是要勇于冒险呢？啊，这个是一个我们呃常常面对的呃错误的一个观念或者是迷失。呃，有些人认为谈判者要大胆，啊、呃，你如果过于保守、过于这个胆小的话呢，你没有办法得到你想要的。可是有一派人认为呢，谈判者要尽量的呃保守，就是说谈判者他要先设想最坏的情况、最危险的情况，或者是最最糟糕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谈判者到底要不要勇于冒险啊？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在学习谈判当中啊，一个不见得是一个呃正确的一个观念。呃，谈判者确实在呃紧急的情况之下呢，必须要当机立断啊。可是呢，他也必须要啊，在事前先做好很多各方的呃这个风险的评估啊，各方资讯的收集。第四点，这个谈判者的直觉很重要吗？有人认为呢？ 呃，谈判者他在当下做的直觉判断很重要啊。那有些人认为呢，谈判者的直觉呢很容易啊、呃、陷入一种险境哈、啊，就是危险的情境啊。因为谈判者呃如果过度用直觉啊，过度用他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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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下的感受来做判断呢，也可能会呃呃陷入一种错误的判断。所以呢，以上我们谈到的谈判者是不是需要天分？ 谈判者经验是不是越多越好？谈判者是不是要勇于冒险？谈判者的直觉是不是真的很重要？这呃四个呃谈判的一个观念呢都不见得完全正确。好，接着呢我们来呃探讨那对于谈判的过程当中应该要有的正确观念是哪些呢？啊、呃，第一个呃我们对于谈判是不是一定要达成协议？ 呃，我们举个非常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在台湾，我们呃，在在所谓的呃呃朝野政党有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说我们跟中国大陆之间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九二共识？啊啊，到底一九九二年呃台湾跟中国大陆的代表在新加坡的那一场会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这个共识？如果有共识的话呢，是什么样的共识？ 我们现在，我想大家对能够最能够接受的一种“九二共识”的概念呢，就是啊、呃，所谓的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啊，就是中国中国大陆跟台湾啊双方对于何谓一个中国，可以有不同的表态、不同的表述啊。比如说中国大陆把它表表表述为啊一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呢这方面我们把一个中国表述为中华民国啊，所以基本上。 其实，呃，各位同学，呃，仔细的去思考，根本上，一九九二年的那一场共识，根本就是一个没有共识的共识。很简单的讲，就是一九九二年，呃，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谈判代表呢，在新加坡的那一场会谈，对于一个中国这个，呃，争议呢，其实没有达成共识。如果硬要说共识呢，就是他们都认为一个中国可以各自表述，啊，就是说一中各表。 所以，呃，其实，呃，九二共识的这个没有共识的共识呢，啊、呃，其实是一种谈判非常高明的医术，也就是说达成所谓的模糊的建设性的这种共识啊、哦。那这个共识主要是为了让双方可以搁置部分的主权争议啊、哦，然后从事比较实际的啊、哦、商业的交流啦、文化的交流啦，或者是人民的往来啊、哦、人民的交流。 啊，所以谈判呢，在当下呢，其实不一定要达成协议啊，甚至有些谈判它只是为了要收集资讯啊，或者双方的第一次接触啊，呃，培养双或者建立双方的沟通管道哈。所以第一个重要观念啊，我想我们在选集谈判一定要有的，好，就谈判不一定要以达成共识、达成协议为我们最后的目的。第二点呢，必须要培养正确的观念是，谈判桌上呢。 没有所谓的铁律，啊，所谓铁律就是说一定要怎么样，不一定不能够怎么样，或者呢，呃，谈判桌上呢没有这个所谓的不二价。我们同学都知道，我们在商业谈判常常遇到的就是所谓的议价啊。大家对于，呃，这个买买方当然希望买的越便宜越好越好，卖方当然希望卖的越贵越好。可是呢，各位同学有没有想过，当我们到便利商店去购物的时候呢，你会跟这个柜台的店员议价吗？ 不会啊，对不对？因为他那个是不二价，所以谈判桌上呢有没有不二价？有，但是这个情况比较少。如果有不二价的这个情况发生呢，通常是不需要，呃，用到谈判这样的一个技巧。例如，我们到便利商店，我们不会去跟店员议价，所以当你去便利商店购物的时候呢，你根本就不需要学习什么样的谈判知识、谈判技巧，因为那是一个不二价的场合。可是，在其他的。 呃，商业场合当中呢，价格啊，可能都具有相当的弹性啊。比如说你要购屋啊，你要售屋，或者是你要买车、卖车啊，卖二手车，特别是二手车，它的议价的空间跟幅度弹性可能很大啊。好、啊，第三点呢，这个在谈判桌上呢，各位特别要注意，了解呢不等同于同意。这个我想特别要举个例子是，是呃，有关跨国谈判的场合，我们都都知道。 呃，在东方文化呢，东方国家的文化通常比较具有这种呃高度的模糊性啊，其中特别是日本，我们都知都知道日本人呃，经常在谈判场合会回应对手的方式就是呃呃，日本人常常会讲嗨啊，那这个日本人讲嗨的意思呢，是他听到了，他知道了，他了解了，但是不懂不等同于他答应了。 可是西方国家过去跟东方国家在呃谈判的时候，特别是对日本人谈商务谈判的时候呢，常常会误解这句话的意思。当日本人说“嗨”的时候呢，那美国人或者是欧洲人他听到的意思是 “yes”，啊，是同意的。实际上，呃，了解跟同意中间还有一个相当相当的一个落差。 了解只是我了解对方的意思，我知道了对方的意思，或者甚至是我听到了你的意思，我知道了，我听到了，啊，那顶多是我了解了哈，但不代表我同意了哈。所以在呃跨文化沟通、跨文化谈判的的这个场合里头呢，了解跟同意呢，呃，往往不能够画上等号。可是在，在呃西方的国家、西方的商业谈判的风格跟文化当中，他们通常对于。 这个东方国东方人讲的这个这个这个听到了哦，我知道了啊的意思呢，会有不同的解读哈。所以这是这也是对呃谈判过程应该要要有的一个正确的观念哈，特别是在啊国际的谈判场合。第四点，我们在谈判过程当中呢，不能够太想要保持和睦的人际关系。有些人他在谈判的场合当中呢，他为了避免跟对方翻脸。 哦，他想要维持良好的这个人际关系，他不想要破坏双方和谐的呃一个一一个一個一个感情哈。特别是我想，特别是东方文化里面比较重视这个 harmony 哈、哦，叫重视和谐啊、哦、的这样的一个呃文化背景的，所以在呃谈判桌上呢，常常会不敢说出自己真正内心的想法啊，或者呢呃只想要尽力维持好呃和睦的关系。 而呃,呃，可能没有把自己实际上的呃呃筹码哈，或者实际上想要的这个议价的空间哈、哦、提出来，那这样子反而会拉长整个谈判的呃时间。第五点呢，在学习谈判当中也要特别注意是，恶人不一定当道，这个跟刚刚的第四点就有点相对应啊。所谓恶人不一定当道，指的是指说在谈判桌上呢，并不是声音大哦，并不是力气大。 哦，并不是要凶狠、要逞凶斗狠就能够赢啊！我想这个恶人在在谈判桌上呢，不见得占占得到太多的便宜啊、哦！所以我们看过去有一些人、有一些、有一些这个谈判，有一些学教学习谈判的人会告诉告诉你说，呃、欸，假设有一天你必须要到呃什么乡镇公所或者是地方的调解委员会去调解一些纠纷。 那、啊、有些人就会教你说：“你到了那个场合了，你就要用力的拍桌子，你就要讲话要很大声啊，要很生气啊，你表现出你越凶狠、越狠的样子啊，你就你就容易赢啊。”或者有人有人告诉你：“你到法院去的时候呢，你讲话声音要很大啊，你要拍桌子啊，那你要不高兴，你就你就你就双手一挥，你就离开现场。”其实这都不是正确的一个观念啊，在我们这个民主。 法治的一个社会当中呢，呃，凡事它都有一定的这个规范跟准则啊，所以这是一个呃讲道理的时代。二人在谈判桌上呢，不一定会得到太多的便宜。第六点，主动的沉默也是一种谈判的方式啊，这个也是一个在谈判当中应该建构的一个正确的观念。所谓主动的沉默，不代表退让。有时候，当我方 在思考要不要让步，要不要接受呃对方的条件，那可能我需要比较多的时间来思考，所以主动的沉默呢，啊、呃、或者主动的呃呃让这个谈判缓下来哈，也是一种谈判的方式啊，所以所谓沉默的力量啊，所以这个在谈判场合当中呢，不一定要呃非常。 呃，主动的呃回应对方，或者要很急躁的呃回应对方。有时候呢，你适度的让谈判的速度放慢啊、哦，或主动的沉默啊、哦，也是一种很高明的谈判呃方式。第七种呢，我们要非常小心的是，什么事都答应你的这个对手。假设我们今天到了一个谈判谈判的场合，你提出的条件，对方就很容易的、很轻易的就答应。 哎、欸，这时候你可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可能是你的提案呢太就是对对方来讲呢太甜了啊，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买方啊，你的开价太高了；你如果是卖方啊，你的开价太低了啊，所以对方一开始当然就很什么都答应啊。所以我们要建议，当你对于谈判标的不是很了解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啊，当第一个开价的。 呃，一个谈判者啊啊，那我想这个有关开价的技巧，我们后续的这个呃讲次会再跟各位同学介绍。好，接着呃，我们来看的是在谈判过程当中，谈判者本身的一些呃认知的偏见。所谓认知的偏见，就是说，呃，我对于这个冲突的迷失啊。那我们讲什么叫迷失啊？迷迷失就是 misunderstanding，就是你。 你你你这个你错误的观念，或者或那这个错误观念，你可能自己不不知道、不自觉，那是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冲突的迷失有三点：第一点就是对方跟我方所追求的目标完全不相容；第二点呢是有你就没有我的单一冲突点；好，第三点是只求自律，不在乎对方。好，那这三种啊冲突的迷失呢，都会让。 这个谈判呢，很快的或者很容易的陷入僵局。比如说，第一点，如果你一开始就认为我跟对方所追求的目标完完全全不相容，就是根本没有办法找到共同利益，或者根本没有办法呃搁置共同利益，那我们先谈这个次要的利益啊，或者是再次要的利益。所以，如果你对于冲突的迷失是认为我跟对方的目标完完全全不相容。 啊，比如说我是买方，我就是要买的越便宜越好；那你是卖方，你当然想要卖的越高越好。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冲冲突点执执着在价格上面，那这个这个呃目标就完全不相容。那这个情况呢，呃，这个谈判大概在呃谈判的初级阶段呢，很容易就进入了这个僵局，就是双方没有办法再谈下去。可是我们想一想，如果 我方跟对方，买方跟卖方啊、哦，我想这是商业谈判最常见的一个情况。如果买卖双方能够不要只是拘泥在价格，我们除了价格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空间？比如说，呃，买方觉得我这个价格想要降低，卖方可以适时的告诉对方，我价你价格不要再降低，但是我送你什么东西，我额外多送你什么东西，或者呢，我让你可以分期付款。 或者我我我我我这个提高呃所谓售后服务的一个一个内容跟品质啊，那可以让双方的冲突呢不要只拘泥在一开始的那个价格啊。如果呃我们可以把价格的部分稍作搁置，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达到这个谈判的一个结果。好，这是有关啊冲、呃、突的。 呃，迷失，也就是谈判者本身的这个认知偏见的呃一个部分。好，接着呢，我们来谈讨论在冲突当中有没有可能达到合作的可能啊？这时候我们要考虑到几个因素。第一点，彼此的目标是不是互相呃完全不相容？真的只有输跟赢两种结局吗？难道没有双赢？那我们如果谈判失败，可能陷入双输。 所以我们为了避免双输，那我们何不创造双赢呢？所以双赢跟输不是谈判的两种结局啊。如果双方能够创造双赢啊，也许双方赢的这个这个程度跟幅度不见得对等，但是呢，对双方来讲都还是一个赢的状态。所以呃，我们要去思考，真的只有输赢两种结局吗？啊，我们尽可能去创造这个双赢。第二个呢是转换目标。 啊、呃，有助于达成协议，啊，例如我们在企业并购的谈判当中，如果我们的目标只局限在于并购的价格，啊，比如说这家公司我要出五亿、出十亿啊，来买下对方的公司，那对方公司呢，呃，被并购的那一方，他认为他公司的价值可能有二十亿、有三十亿，那你你我方的公司只愿意出十亿，那当然就没有办法达成协议，可是。 呃，双方如果能够从并购的价格转而其到其他的项目啊，比如说被并购的目标它可能有负债，啊，它可能有一些或有负债或者已经实现的负债，那我方呢能够提出一个偿债的方案，帮助对方解决他的债务，或者我方提出另外一个更好的条件是，我方愿意留任啊、呃、对方公司的这个经理人或者主要的工作人员，那。 这样子双方就，呃，能够转换目标，从原来只谈价格啊，能够转到去谈价格以外的这些呃目标啊，这些项目。那这样子啊、呃，我我我想会更容易达成一些协议。呃，这个也是很多企业呃并购谈判当中呃提到的一些一些一些技巧。第三点，呃，彼此的利益呢是是不是越分散越好呢？ 通常是这个样子的，没有错啊。如果双方的利益是不同的啊，你有你的利益，我有我的利益，那我们双方能够达成呃谈判谈判的协议的结果呢？是你，你你达到了你你你这个实现了你的利益，我实现了我的利益，我们的利益不同，但是我们都能够实现各自的利益。这个情况之下呢，对于在冲突当中啊，还能够达到合作的可能性，我想可能是更高的。 我想，我们各位同学在观察，不管在商业的呃领域当中，或者在呃在在这个公共事务啊，例如政治啊、外交啊啊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呢，很多的这个呃冲突呢，都具有我们刚刚呃跟各位同学介绍过的那一些特性。好，第二个，在冲突当中合作的可能性呢，我们来思考彼此的冲突能不能够加以切割。 就是我们的冲突项目能不能够把它呃做几个部分的切割？那真的没有办法达成合作的的的的这个目标呢，我们是不是先搁置？然后我们能够保留合作的空间，啊，我们看这些项目呢，目标能不能够做一些呃一些分割？分割完之后呢，我们把共同的利益大家一起来实现，然后我们搁置一些呃比较不相关的比较呃。 短时间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些争议、呃，例如呃，过去两岸的这个谈判当中呢，呃，过去的一个策略，两岸的策略是搁置主权，搁置主权。那大家就啊、呃，人民的交流、经济的交流啊，就所谓的事务性的协商的部分啊，两岸尽量去呃去协商。所以我想，这也是过去二十年当中、二三十年当中，呃，两岸在经贸往来。 在人民的往来啊啊，甚至在文化的交流，有有很多的这个这个呃成果啊。但是很很很遗憾的是，我们看到近年来啊，这个特别是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冲突的项目呢，好像似乎不愿意再做细一细一步的分割啊。中国大陆似乎认为这个主权的部分呢是没得谈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呢，呃呃，我们看到呃。 呃，台湾跟中国大陆两岸的的这个冲突呢，好像有升高的这个局势。啊，第三点呢，也看冲突的项目能不能扩充。我们刚谈到的是能不能够切割，我们这个地方是谈探讨是能不能够扩充。扩充的用意在于，呃，稀释那些冲突的呃效应。好，再来我们来讨论这个何谓竞争式不理性的认知偏见啊，这边有所谓的总共有七点。 这个认知偏见，所谓偏见就是指不是很正确的这个见解。第一个就是非理性的身高，呃，自我承诺，在谈判过程当中，谈判者很容易不自觉的提高承诺，啊，比如说谈判者常能会拍胸脯说，哎，这事情我说了就算，啊，我们公司呢全权授权给我，啊，就是不理性的身高自我的这个承诺，啊啊，这个会让谈判者陷入一个危险的。 情境第二个固定大饼的迷失啊！如果我们认为这个饼是不能做大的，所以大家只在于这个饼到底你要分多一点，我分少一点，没有没有去思考。那这个饼既然这么有限，我们不管怎么切，我方跟对方能够拿到的都很有限。我们何不把饼做大呢？比如说我们不何不增加合作的项目呢？第三点是我们会有先入为主的效应啊，我们会对对方。 认为他过去怎么样，他现在就是怎么样，这所谓先入为主的效应。第四个是，也是一个认知偏见，就是建立一个谈判的框架。那这个谈判框架就把双方在谈判桌达成协议的空间，就就就整个呃整个没有办法往前这个推进。我们就会举两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台湾跟中国大陆的谈判啊，目前在这个所谓一中。 架构之下呢，会让双方很难往往下做进一步的政治协商，或者这个美国跟这个北韩的谈判呢，美国就给了北韩一个框架啊，就是你要先去核化，要先把你核武设施全部抛弃。可是北韩认为，那美国要先承诺我我我我我这个国家的安全啊，要承诺对我的援助，对我的这个经济改革啊，所以在这个去核化这个框架之下呢，双方就。 很难再有进一步的谈判的空间。第五个呢，是双方都会相信简易的资讯。那过度简易的资讯呢，其实通常是不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人人随手可得。那各位同学可以想见，这个资讯有什么价值呢？第六个叫做赢者的引用啊啊，在很多拍卖会场，我们看到最后得标的那一个人呢，他其实不见得开心，因为他为什么会得标呢？ 因为它的价格高于现场所有的人，他可能买贵了。第七点是会有过度自信的情况。好，接着呢，我们再进入下一个主题是商业谈判的特性。商业谈判特性一般来讲呢，具有普遍性、交易性、利益性跟价格性这呃四个特性啊、哦。特别是最后一点叫做价格性，在商业谈判呃常常呃卡关的啊、哦，大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那个 price。 啊，那个价格好。那呃，商业谈判的功用有三个：一个是实现交易，第二个是获取资讯，第三个是开拓市场。好，那商务谈判的标的呢，又有哪些呢？哈、哦，主要有四大类。第一个是货物，我想这最常见的哈、哦、商品。第二个是技术啊、哦，商业谈判啊、呃，特别在现在国际化的啊、呃、这个环境当中，呃，企业呢常常会需要有一些技术的交易。第三点是工程。 呃，承包跟租赁，那第四点是很大的一个领域，叫做合资或者是并购。那这些项目呢，有些在我们后续的课程会依序再跟各位同学来一一做介绍。好，今天非常各谢谢各位同学的收看啊，我们节目到这个地方告一段落，谢谢大家。